坐骑到哪里啊？是转向狐狸啊，所以这只是透过那个兑换的，是不是？手嘎，哎，那可以干嘛？是哦。继续下去吗？两倍速，那个演什么的？看一下装备可以吗？啊，不能看，他是组队，挖什么吧？所以这边就是继续经验，对不对？点到你没办法出来。不是他一直跑出来啊？嗯，没那个的。仙女这个也可以升，宠物也是。哎，我觉得这游戏有种玩不停不下来的感觉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哦，主人正在干什么啦？吵死了！但是就叫我挑战竞技场，是不是？一直call我过去、欸。